看金安利真的会被开除学籍啊？组长好，高位立正，高位立正。徐组长来了，我说开除就开除，绝对不会让我们家李怡被退学的。David。季老师刚在示范拔河动作的时候，不小心被重物压伤了。他现在人在哪？安达，我只想对你好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《机智校园生活》。恭喜你！